鉴于当前疫情形势，倡导广大市民朋友近期非必要不出京，进返京人员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来京，抵京后72小时内应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进返京人员抵京后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，倡导居家办公。